经爱接接念，那胡别乱想，无念经，伊就胡别乱想啊。这个啊，对咱三生障碍真大，袂当无念，袂当无听，听会变数愈多愈好。坚定家己的信心，坚定家己的愿心，也帮助你真正看破放下。妄念多，只袂调，听经才只会调啊，读经才只会调啊。可是听经读经也未用，妄念也是真多，也未要紧。只要你有耐心，你认真去听，一字一字认真去读，两年啊，三年，妄念自然减少了。妄念减少，证明讲你的功夫得力咯。你慢慢就会切入境界。唔免惊啊！那像我无读经啊，那像我妄念少，那会讲我只读佛经，妄念佫较侪。我相信袂少人有这种现象。这唔是讲啊，你无读经的时阵无妄念，你无读经的时阵，你唔知讲你家己有妄念。现在只读经发现妄念咯。不是读经读来啊，不是听讲听来啊，不是，你本来就有遐多啊，无发现，互你静落来时阵，忽然间发现，所以这个唔免惊，这是啊正常现象。现在重要的，要安怎把这个妄念给减少？你来用方法啦。